27日下午，在京畿道板桥的百货公司举行了某运动品牌活动，邀请不少明星前来站台。演员陈勋简单的运动打扮，但还是难掩帅气和好身材。搭沙贝成员秀彬秀出小蛮腰，让人眼睛一亮。另一位成员佑希也不遑多让。压轴现身的是 Girls Day 素贞，她一身低胸的运动装扮，性感又健康。